大家好，我是一球，商店里有 25K 还有 50K 的促销卡包。昨天早些时候还出了7张橙卡赛事最佳，但也没有什么特别吸引眼球的，数值也都偏低，除了87的埃里克森之外。今天主要就是 SBC 活动挑战就出了2个，第一个基本上要用一套闪银阵，而且比较讨厌的是一个联赛最多只能用4个，所以基本上要3到4个球员用同联赛同国籍，这样才能把化学打上来，化学要求也不低，85。奖励的是一个小核弹，6个不可交易的闪金球员，反正做做呗，万一呢？第二个挑战是简单一点，基本上找一个低级别联赛做阵容创建就可以了，用一些低数值的银卡，再加一些铜卡就可以搞定。奖励的是可交易的2个闪金球员。昨天早些时候还出了一个队服的 SBC，这个队服的名字 Labu 还是 Club，反正也是为了非洲这个扶贫的，类似于这种感觉，就长这样。喜欢的可以支持一下。今天还出了不可重复的终极的传奇 SBC，要求跟之前一样，2套826，一个825，一个824，成本要在60万左右的样子，有效期是7天。反正还是做升级 SBC 比较多的玩家，重复的卡可以用到这里嘛，或者没用的高数值卡。另外就是年度的队服又回来了，要求跟之前一样，还是需要献祭2套82。另外今天上午没什么意外的话，我会直播，应该在北京时间10点左右吧。大部分就是英超升级包，开开看吧。直播的地点还是斗鱼，房间号是107505，在视频简介底下还可以找到连接。好了，就是以上，谢谢大家观看，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，祝大家开包好运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Surely, and a goal.